上次给一个客户做了一个聋哑特战风衣的，配了一个整吊内胆啊。另外一位客户看了好久了，配了一个。这个的话，尺码比上一个小一些，上一个好像是 M 还是 L 号，这一件是 S 号啊，胸围是116的啊。这个就是他们聋哑的特战风衣啊，旗舰店上面买的啊。就是这样，布料是冲锋衣类型的，防风、抗磨，非常的牢啊，这个前面。啊，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内胆啊，背面的话也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反正没什么好看的，一般户外的都是了解这个风衣啊。这个就是背面啊，然后来看一下内胆啊，这个就是内胆啊，内胆采用的是二级的这种云南整貂，绒还是非常足的，就是真毛有点长。如果用爪二的话，价格会更贵一点。这个后期可能设计一个通用款啊，这个布料换成跟上面这种一样，然后拉链的话跟它那个相配起来啊，这样然后就可以单独这个外壳也可以单独穿，这个内然后内胆也可以单独穿，这样设计一个绒牙的这个通用的水貂内胆啊，面料可以换成这种绒面的面料。当然，更好的话也可以用那种他们那种 plastic 的扎绒面料啊，那种面料不太好买啊。这个就是内胆啊，无论是领口这边都是做的设，可以盼起来的，包括袖口也做的啊，袖口我们也是做的这个，跟它那个相配的啊，袖口也是相配的，这个就是内胆啊，后期再做一个改进，再主要把这个布料换一下，然后把这个下摆换一下，换成可以单穿的那种啊。其实这个也可以单穿，只是不那么好看啊。